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，话说铁牌手胡孟刚，他对余剑平讲到赵化龙劝他迟必要请出十二金钱镖旗，押镖出境就可以担保一路平安了。胡孟刚跟着又说，当时我听赵化龙这样讲，我的心就安乐啲啦。我同佢话，第二个呢就未必肯帮我嘅忙。至于老哥呢，我哋系一二十年以命换命嘅交情啦。咪睇佢已经洗手风刀，我如果亲自上门请佢再嚟玩一趟镖，担保佢唔会托我手争嘅。当时我就将啲说话讲到实得噶啦，就由赵老镖头请咗五日期限嚟到召集齐啲镖师，官府啊批准咗，我就嗱嗱声赶嚟你呢度。我临出门嗰阵，仲同大家讲到明噶啦，只要呢次请到老朋友出嚟，将20,000盐款平安借到佢，成全咗我哋镇通镖局嘅面子，我哋决定提早收市。以后边个再接镖翻嚟，就边个自己去补。我就咁样讲定先至嚟噶。谁知道咁远走到嚟，你竟然话点都唔肯出马，几句说话就塞住我把口啦。我满腔热火，你哋一泼冷水淋头，你话我有乜百子唔急啊？老兄啊，你要我讲啊嘛？嗱，我而家乜都讲晒啦。老大哥，你无论如何都要帮下我而得啊！我亦唔借你嘅财力，我亦唔借你嘅人头，我只系借你嘅硬壳同我顶一顶啫。胡孟刚一条气讲完，攞起杯茶，咕咕咕咕咕饮晒。佢望一望余剑平，又补咗一句：你唔使谂咁多啦，得唔得？一句说话。余剑平手拈白须，佢沉吟咗一阵，佢话：我听你呢一番说话，讲得真系委委婉婉，面面俱到，真系走投无路。我如果咁都唔应承你，就未免太不顾交情。哎呀，老哥，咁就多得晒啦。不过咁噃，二仔你啊自己啊谂得好周到啦，知你唔记得咗一件事啫。咩事啊？就系余兄我呢一边咯。我为咗想保存20年来江南道上嘅一点点名声，咁先至急流勇退，隐居喺呢个小小芳村嚟。我如果应邀出去，又假如连我都惯低埋，咁你话我难堪唔难堪呢？胡孟刚听到个爪耳挠腮，佢话唔会嘅，你又点会惯低嘅呢？余剑平话：唉，胡二弟，你一生为人耿直，唔会做嗰啲转弯抹角嘅事，呢层我知道好清楚，你哋无需咁为难嘅。我哋从长计议咧，照我睇呢件事，你亦不必太过气馁，唔使咁胆怯。南路镖行当中，除咗我嘅安平镖局招牌老啲，占咗啲上风之外，其他啲镖局能够同你镇通镖局平起平坐嘅，咁又有几多间？何至于断定呢趟镖必有风险啊？胡孟刚话：我如果唔系睇出条路确实唔易闯过去，我亦决唔会嚟麻烦你。而且官面上亦有风闻，确实知道呢一笔盐款唔容易押解，所以小弟度得量力，怕我呢一副铁牌未必能够保得住呢20万盐镖。呢次镖银数目太大，只准无功就不准有果。无论如何，老哥你点都要帮我一次啦。保完呢趟镖，我坚决从此洗手，就算有10,000黄金摆喺我面前请我，我亦唔做啦。老哥，只要我仲讲啲乜嘢，你先至肯听我肯帮我呢？余剑平皱实到眼眉，觉得好为难。过咗好耐下，佢先至话：二弟，我点都唔能够再出去㗎啦。我帮你请两位朋友帮忙啦。呢两位都系成名嘅英雄，佢哋嘅声望绝不在余兄我之下嘅。一位
是英油岭的老英雄黑沙掌陆锦标，一位是徐州智囊姜宇聪，他两位都是一身绝艺，请他们两位出来帮一次忙，担保一路平安。胡孟光听到猛咁定头话：唔得嘅，唔得嘅，唔得嘅！嗰个陆锦标十几年前曾经为咗一件小事同我撒过气。至于姜宇聪呢，武功系好，不过喺江北绿林道上啊冇几大威望嘅啫。况且佢又喺徐州咁远，卢兄你唔好唔记得个，我只有五日期限嘅咋，何况我同人哋一啲交情都冇嘅。呢啲咁危险嘅事，点能够求人去帮手嘅呢？不如咁啦，老哥，你如果实在唔愿出去，你就将标旗借支俾我，同我撞下声势，咁啊连埋我嘅铁牌标旗、双宝官标，江湖道上但凡系识做嘅，点都唔会再喐噶啦。老哥，你就系兄弟一次咁多咧。余建平话。我间安平镖局早就收咗档，呢次插上我个镖旗，如果有啲镖客多事起上嚟登门质问，我系冇声出噶啦噃。计我话，仲系另想办法好。胡万光话：老哥你放心，但凡有镖局同行问到，由我担起晒。讲到呢处，胡万光企起身，深深咁作个揖：老哥。你已经应承我的了，把口就不要再刁难人了。余镖头实在无法再推迟了，他长叹一声说：唉，我条是辛苦命，我心呢注定是不行得的了。二弟，你讲了这么多，我如果还固执不肯，就显然我不顾交情。余兄浪迹江湖二十年来未曾搭过交，呢次但愿贤弟你能够将余兄呢一点虚名保住先至好啊！老哥你放心，炮死刘皮，人死刘明，我胡万光宁可名在人不在，亦唔能够损害老哥你嘅威名。余剑平眉头一皱，嫌佢呢句说话太过硬意啦，佢话：好啦，就系咁做啦，嚟嚟嚟，我哋饮翻几杯先。清掂晒啦，余建平就吩咐摆酒，请胡万光食饭。好快佢就准备妥当入席啦。余镖头指住嗰壶酒话：老弟，你即管放量饮啦吓，亦唔使多谢我呢个主人嘅。而家系攞你嘅酒嚟请你自己啫。胡万光哈哈大笑，而家求到镖旗啦，当堂面口都松翻晒。但他仍然不肯饮过量，饮了十零杯酒就叫人装饭。余剑平说：你定啲嚟啦，饮多几杯怕咩呢？你有急事我唔留你。不过八九十里嘅路程㗎嘛，听日一早就起行，未到午时就返到海州啦。胡万光说：我打算今日就返去，镖银早走一日，我就早放心一日。余剑平说：咁唔得啊，我哋年纪冇见面啦，今晚要倾下偈，倾朝你先至返去。胡万光应承啦，咁两个人开怀畅饮，食完饭一直倾到二更以后先至各自休息。第日天光，胡万光一觉瞓醒，听见外面隐隐约约有击剑嘅声音。胡万光知道係余剑平师徒一早起身练武。胡万光亦起身啦，朗口洗面着好衫，行出房门，跟住啲声音一路揾过去，出咗客厅，行过一道竹栏墙嘅八角门，只见里面系一座院落，非常之宽敞，有十几丈阔，三十几丈长，东南两边一立系虎纹石短墙。北面一连五间是罩棚式的厅房，前檐是细竹屏风门，可以全部打开的。门口的两边有两个架摆满兵器，这里是余剑平师徒练武的战员。只见余剑平的二弟子左梦云
和四弟子杨玉虎两个人手执长剑，斗到难分难解。那一边呢，是大弟子程岳和六弟子江少杰过招，一个就围招，一个就练习。余剑平倒背住手，站在二弟子四弟子那边，一边看一边指点。果然名师门下无药徒啊，杨玉虎和左梦云各不相让，斗到棋逢对手。胡孟刚看了一轮，哈哈大笑啊，哈哈哈哈，真是斩啊，斩啦斩啦，不紧要的，你哋老师啲刀伤药好使得噶，班弟子听见声就连忙收招过嚟请安。余剑平话：你咁早起身做咩啫？胡孟刚话：我揾你攞标旗啊，我早啲走啊想。余剑平微微一笑：二弟你真系性急，嚟啦，跟我嚟啦。四个弟子都个个着翻件长衫，跟喺后边。一直行去北面的大厅，胡孟刚行入间厅一看，原来亦是练武的地方，里面没有什么陈设，对正门口一张台，正中是伏羲氏的神像，左边是达摩老祖，是的，凡是开镖局的呢都是拜达摩老祖的，右边是岳飞岳母木像。胡孟刚知道余剑平是专练太极门的武功，所以将画八卦的伏羲氏供奉在中间来。这三尊神像都供着全份的五牲，什么为之五牲呢？就是牛羊猪鸡狗，我用来拜神用的。在达摩老祖圣像前面有个木架，二尺阔一尺半高，摆在香炉后面。个木架呢用一块黄绫包袱勾住嘅，睇唔出架上边系插住啲乜嘢。余剑平吩咐大弟子程岳点着蜡烛，自己喺三尊神像前边拈香肃立，然后向上叩头行礼。四个弟子亦跟住叩头。胡孟刚啊，净系向当中叩头拜咗祖师，就企埋一边，跟住。余剑平在达摩老祖的神像前面下跪，对大弟子说：将镖旗请下来。黑鹰程岳即刻将木架上的黄包袱掀开，现出五支镖旗，每支都卷住插在架上面。胡孟刚见到这样不禁愕然，他想：我这一次真是强人所难了。他的心好不安。只见程岳拿起一支镖旗递给师傅，余剑平跪在那里接着镖旗，向着神像禀告说：弟子余剑平曾经在祖师面前封镖立誓，不再做镖行生意，不入江湖，隐居云台，教徒传艺，实在是有决心，不敢改变的。现在因为老友胡孟刚情深义重，再三来恳求弟子帮他押胡官款前去江宁，弟子的心是不愿去的，但是无法子推迟，只有暂时拿出镖旗重入江湖，这件事大是万不得已，但愿一路平安无阻，还镖旗全有义，此后就算用刀斧相加，亦决唔敢再行反复，祖师慈悲，弟子告罪。余剑平禀告完啦，叩咗三个头，企翻起身，将镖旗上面嘅黄布土除咗，用手一摆，镖旗展开，系新簇簇嘅红旗，青色飞火焰滚天，当中碗大一个鱼字，旁边一行合桃大嘅字。是江宁安平镖局，围住个鱼字用金线绣成十二个金钱，黑漆旗杆、金漆旗顶做得十分之精致。余剑平本来是面向北方企响树，这个时候他微微向东边一侧身，那面镖旗一扬，胡孟刚伸手想接了，
点知道余剑平用左手拦住佢话：二弟，你唔使急，我仲有说话讲。胡孟光块面一红，即刻垂低翻只手。余剑平话：呢次我喺祖师面前违背咗誓约，都系为咗保存我哋兄弟十几年嘅交情。啲镖旗如果就咁交俾二弟你带走，咁我就唔止轻视胡二弟你，我亦太过睇轻咗安平镖局啦。我既然应承同二弟帮忙，我就只有担重啲担子。我而家要将镖旗交俾大弟子程岳执掌，呢趟镖就算有我一份。不过仲系以前嗰句，我唔系为财，为嘅系朋友。二弟，说话唔多讲啦，你我心照。跟住余剑平又对程岳话：你亦走过镖，唔使我嘱咐咁多。我哋呢面金钱镖旗嘅荣辱成败，全始全终，就在此一举。一路上凡事都要听你胡二叔嘅调派，唔准懒叻自行其事。我将呢面镖旗交俾你，但愿你仍然将呢面镖旗好好地交还我手，我就满斗焚香。走啦。讲完，佢将镖旗一卷递咗俾程岳，然后拖住胡孟光只手，面带笑容就行出外边。铁牌手胡孟光此时此刻嘅心情，都唔知点，个心咧总之觉得好冇瘾就系啦。大家嚟到客厅坐落，余府嘅仆人敬过茶，胡孟光话：都唔早咯噃，等程岳言阵快啲执拾下，我哋一齐走啦。程岳话：弟子嘅行李好易执拾嘅啫，我即刻就翻嚟。随手将镖旗放喺茶几上边，转身行咗出去。过咗冇几耐，佢右手挽住个包袱仔，左手揸住顶马兰波大草帽行翻嚟。佢换咗件蓝绸长衫，着一条青裤，打咗黑白水波纹脚掹，着一双半尖鱼鳞沙鞋。佢入到嚟就放低啲嘢，攞起一块黄包袱，将镖旗卷起，在背后打斜咁孭住，然后转身挽起行李。佢同胡孟光话：二叔，我而家走嚟。胡孟光一睇，只见程岳寸铁不带，就未免太过大意。佢话：贤侄，带埋兵器去啦，我哋练武嘅人啱使嘅家伙，宁可避而不用，唔好用而未备啊。程岳微微一笑，拿起衣襟，佢话：我用嘅系软兵器。胡孟光一睇，只见程岳腰间缠咗一条金丝藤蛇棒，唉，我心谂又失言啦。胡孟光转身向余剑平告辞，程岳亦向师傅拜别。之后几个人行出大厅，程岳就问师傅：我骑边匹马去啊？余剑平就话：就骑我嗰匹追风百里驹啦。程岳即刻行快几步去西边马棚备马。胡孟光嚟到大门口，佢嗰匹青葱马已经备好，由马夫牵住。程岳将追风百里驹备好牵出嚟，只见呢匹马一边行一边咆哮，好唔听话，勉勉强强牵到大门外边。匹马就猛咁叫，一尾打转唔肯企定。程岳左手仲挽住个包袱，一只手竟然摆布唔掂匹马。余剑平话：呢匹马长嘅镖咁唔安分啊！佢大踏步行到马前，一手将马脚环拿实，咁程岳就松开手。余剑平咦喝咗一声，嗰匹马仲喺度挣扎。余剑平发火啦，左手向住身边一运力，右手喺马鞍上面一揿，喝一声：你喐啊！嗱，追风驹即刻喐都唔喐咁企定喺处。余剑平对胡孟光话：二弟，请上马，我呢匹马好耐冇骑，程岳要压佢一程至得。胡孟光拱手行礼话：
唔该晒啦，老哥，我哋压招翻嚟再见啦。讲完飞身上马，黑鹰情恶绑好个包袱，将草帽向脑后一推，咪伸手要接马缰。余建平话：你要好好咁压佢一程，你上马啦，缰绳啊要拉实，挡要扣紧啊。秦岳知道呢匹马而家俾师傅嘅掌力制服住唔喐得嘅啫，等紧师傅松手，必定会狂奔一程嘅。于是对师傅告咗罪，飞身上马，将脚紧紧一扣，只手就拿实缰绳。余建平咁先至放松脚环，又喺后边轻轻一拍，喝一声，行啊！嗰匹马一昂头，四蹄一掹。一飙就两丈几远，秦岳扣住马缰，只马又打咗个转，一低头放开四蹄，飞咁喺胡万光嘅马前面冲咗过去。秦岳急急同胡万光打个招呼：二叔放缰啦！胡万光知道秦岳收唔住缰啦，就连忙用脚踭一撞马肚，将缰绳一抖，叽里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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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直追落去。佢又舐转头，举手向后一摆。余大哥再见啦！余建平企喺门口，一直望住两个人骑马去远咗，转个弯睇唔见啦，咁先至带住三个弟子慢慢行翻入屋。胡万光嘅镖局就设喺海州南关大街，自派试训，即系用而家说话讲九点到十一点呢个时间，胡晴两个人就翻到嚟镖局门前。门外的伙计见到，连忙上前嚟迎接。胡万光同秦岳一齐落马，啲伙计系将马接咗过去。咁佢哋两个就行入镖局，有四位镖师行出嚟，一见到胡万光就拱手行礼，话：老镖头辛苦晒啦，介咗朋友翻嚟啊，同我哋引荐下啦。胡万光话：佢系我哋请嚟帮忙助威嘅十二金钱余老镖头嘅大弟子。姓秦，官名是个恶字。他又同秦岳话：呢四位是我哋镖局嘅镖师啦，呢位是九股烟桥某，呢位是单拐大永清，呢位是双鞭宋海鹏，呢位是金枪沈明仪。呢四位镖师当中，沈明仪嘅相貌最威武。大约是四十岁左右，面色黑油油，两道剑眉一双虎目，嘴唇上面留下一笔短须，精神壮旺，体格雄伟。那个乔茂呢，唉，生得极之难睇，身高四尺，尖头颈瘦下爬，细眉蒙眼，站在那树上啱啱来到沈镖师的格底。秦岳听胡万光逐个镖师引荐完，连忙抱拳行礼，他说：久闻各位老师傅大名，大家客气一番，请秦岳入去客厅。胡万光吩咐一声，即刻有个伙计将一个镖旗架摆在台面，秦岳解低十二金钱镖旗插在个架上面，然后洗面饮茶。胡万光就忙着摆酒接风。第日，胡万光亲自去盐江公所报道，定了走镖日期，还讲明为了防止路上有危险，已经请出从前的安平镖局来帮手护镖了。班盐商听了都很高兴，他们对胡万光说：只要将盐货平平安安、妥妥当当地介到去，我就另外送1200银给余镖头。各位，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